下个月我就要移民加拿大了。那你想见我吗？好像也没什么好说的，那么不正常。是吗？是吗？我们家猫走走吧。好。我睁开双眼，看到阳光那么的炫目。那我试试啊，我这是上一次弹琴还是在学校操场。自己的理由啊。门票桌就请你还，如果你挽留我，我可能会留下来的。我拿什么挽留你啊？我都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几天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？我可以照顾你，可以陪你看医生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人生就像写好的剧本，我的剧本里可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节。